欢迎收睇呢个节目啊！我是今集的主持 Alex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哲森，我是 Bosco， 是 BC Studio 的创办人。我是 Felix， 我是 Thomas， 我是 RLC。我哋今日呢个节目个名就叫做一决雌雄。我哋今日就会比较一下三条路线由会展站去上水，睇下边一个方法最快。第一条路线就是由呢、这个由喺我哋呢个身处嘅会展站咧，坐呢个东铁去到上水站。第二个方法咧就系、是、坐978号巴士，由湾仔嗰度就坐到去上水站。而第三个方法咧就系、是、坐港铁由会展站去到红磡站，转屯马线去到南昌站，再转东涌线去到青衣站，再转279X 巴士去到上水站。而最慢嗰一队咧就要接受大惩罚啦。而大惩罚系咩呢？我哋阵间就知道噶。咁好啊，事不宜迟，我哋正式开始啦。